好啊，打。咦，又在玩这个？你好像天天都在玩这个，有这么好玩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等一下，可能已经习惯了吧。那你不想换个玩玩吗？喜欢就是最好的。难怪你每天都在玩，原来这游戏画质这么好，还能挂机，爆率还高。